康熙来今天还是要做教学兼励志的系列，就是要教对自己的外表比较缺乏自信心的人，你要怎么样在这个残酷的靠脸吃饭的社会生存下去。所以在 S 和我的旁边呢，有一个地雷区，这个地雷区上面有十个女生的照片，里面全部都是地雷哈，差很多，地雷。这些照片看起来其实都非常吸引人，在脸书上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会点。就是这年头流行的长相跟流行的修片的 style 吧。是，然后我们要用这十位的照片跟他们本人的差距来为难我们的男性的来宾。今天为难的来宾呢，他演了电影的男主角，也演前一阵跟杨丞琳主演了一部偶像剧的男主角。然后他今天带了一个朋友来，不过他今天可能难逃一劫哈。郑凯先生，欢迎你。欢迎。康熙来了，是以往都是在电视上啊，以往都是在网络上看节目，这次真的来到这儿。刚才突然之间有一个恍惚，就是我还在电脑屏幕里面看你们两个人。可是我本人应该跟电脑上面呈现的样子差不多吧？漂亮多了，真的。你以后可以常，你以后可以常来，好不好？那个位置永远保留给你。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他那么久，第一次看他有点紧张。真的吗？因为他演了很多。就是票房破亿的电影啊，什么他都从来出席什么活动他都不紧张。但刚开录前我就看他一直在那边搓这样子啊，然后喝水啊。郑凯，请问你到康熙来的现场，朋友们有警告你 S 会对你怎么样吗？说好像会摸身体啊。我又不是那个什么验尸官，我是看状况啦。如果已经练到很就是很想要别人，他前一阵子有在微博上。就是有一不是不行不行不行，你可以最近没有，可以没练。他最吸引人的是他的单眼皮，那你要摸他。而且你最爱单眼皮了不是？对啊，他有时候会要摸。欢迎你，欢迎你。哎，不是，你的单眼皮好迷人哦。随便摸。我们这么可爱的单眼皮啊。好。你就这样要放过他，就摸眼睛。其他地方看起来还好。我真的没有见过摸来宾单眼皮这件事。是近，随着宾客尽欢了，好不好？这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慢慢有点变双，他有点松，所以趁早摸。好，郑凯跟安钧璨是一组，他们等一下要猜我们旁边的这个十个女生当中，他们觉得可能跟本人长得最接近的会是谁？那跟他们对赌的这一组呢，有一个乐团加上两位明星哈，在这边831还有黄文馨还有德烈，欢迎。831最新专辑呢，刚才有问了一下他那个对。油类，对，我们有一个是油类吗？对，最新的巡回油类。所以我们今年的新春呢、啊，我们会开始我们全新的巡回，叫做油类热血巴士。而且很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大的巴士，然后像变形金刚一样打开，它就是一个舞台。我们今天因为有太多地雷要处理，所以没有空聊你们当中有一个人的绯闻哈。可是 S 会S 会快速聊一下，就有人在跟豆花。简单来讲，就是831的主唱阿蒲吗？有，他的女朋友是豆花妹，就是这样子。没有啦。居然就无视带过，是不是？我怕就是还是要太扭提一下。交往多久？那就是好朋友。OK， 黄文馨先生有新专辑吗？超可爱，新专辑。然后那个是国语专辑，对，国语专辑，因为上一张是台语。黄文馨，你的眼睛长得跟之前不一样了。对，我脑中的脸不是这张脸哎。没有，我有稍微用一下那个。你要诚实哦。对啊对啊对，用一下双，我没有割啦。你的眼睛跟鼻子都弄过吧？没有啦，真的啦。我真的没料到今天看到你是这张脸。那是因为发色的吗？我刚竟然没有认出他，真的还是假的？差很多。其实他好像变瘦了啦。是吗？应该是我发色的关系。对对，你要救他吗？不是，你们不要一直这样咄咄逼人啊！没有咄咄逼人，想要跟他聊一下他到底做了什么。那他就不愿意说啊？没有啊。不是，他就没有。不是，他就没有。不是，我的意思是他就没有啊。好，等一下，你们这一组是谁要被画脸？我来，我被画。真的吗？黄文馨不可以被画吗？可以。要不然你画好了，你画。好，都我。对啊，陈德烈，你干嘛好像觉得我们两个都要被画的感觉？我们先了解一下粉丝反击的力量会多强哈。所以如果你的脸被画的话 ，S 会被骂吗？不会啦，粉丝会原谅我们。我觉得他会觉得这是效果。831呢？我觉得很 OK 啊，他们应该觉得很好笑。对啊，他们就是很乐见我们被画。那豆花妹 OK 吗？应该 OK 吧 ？OK 啦。但布利多校长，好犀利哦。No， 我是志玲。我因为我跟我照片跟本人也是差很多。很像。一模一样。
一样啊，真的摸不透你啊，真的跟照片一模一样，我一看就知道是林志玲啊。那我就虚心接受了。那现在要依各位的眼力呢，要请你们从差异最小的，你们心目中认为这张照片看起来作假的成分最少的开始猜哈。那我们优待远方来的客人，所以郑凯先生，你第一个选吧。我觉得一号到十号，对，我觉得十号，我也觉得十号应该最少的。对，好，来那个妖怪，麻烦你把十号拿给郑凯。好的，这好像没有颜色，好像也蛮真实的。对，好像没戴，首先他没戴美瞳，第二他眼睛这儿也没怎么化妆。自己本人差异最多的黄文馨先生。四号你觉得没什么差？线索是什么？就看他画的那个眼妆比较没有那么重。黄文馨选了四号，好，来四号。四号其实是一个大地雷，是吗？嗯，怎么说？有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没关系，你先给他，我再解释。真的吗？就是他，你已经选了，你没有办法改了啦。画地雷啦。你有发现他脸这边啊，四号的脸这边，他头发下面的是很有肉的，可是到这里的时候，他突然就这样凹了一个弧度。你说这边是不是？所以你说那个脸是他就是明显是修的吗？他就这样推了一下，可是可能推的不是很。就是我刚想问，我们今天是只讨论化妆，还是包括 PS、P 图啊？ P 一切就是落差，落差就没法了，太难。我们要请两位妹妹出来。四号跟十号哈，准备出场了，欢迎你们。在什么十号？谁？十号是哪？十号有来吗？十号在哪里？十号举手。十号在哪边？阿辉，你是十号。阿辉，阿辉，你是北地汉超北派的。我用的哦。什么意思啊？阿辉，你是十号照片里的人吗？我是。啊？怎么办？怎么办？郑凯怎么办？郑凯，你。怎么录啊？郑凯，你第一个选。哎，你们坏，你们给陷阱，你们坏。坏哦，这个落差应该是最大的。程度真的。郑凯，你今天翻不了身了。你这摆这儿，谁都会第一个选十号。是，这么漂亮。我请问你们，如果是你们第一个选，也会选十号吗？会。刚才我也是，一票都选。那下一次通过都是选十号。那我还是正常的。他第一个选，就是他倒霉的意思。可是他也许面具拿下来，真的就长得跟照片里面那个一样。如果样子跟照片中的确很接近，可是性别不同，那算是差异小还是算是差异大？我觉得只要脸跟照片长得几乎一样的话就 OK， 就获胜。哇，你要救郑凯。好，郑凯还是要救你。谢谢。四号 Kelly。嗨。你自己觉得你跟照片的差异程度算非常大吗？我觉得还蛮大的，所以是有很多民众跟你反映这件事吗？就民众跟朋友都觉得很无言，就是觉得我只要放照片在 Facebook 上面，我的朋友就会在下面留言，不要再骗了。你为什么今天愿意来展现你的真面目啊？觉得还是要看清自己。可是至少你的身材什么看起来都很正常啊。真的吗？嗯，我朋友都说我是猪八戒。你这样。我朋友每次跟朋友素颜出去，他就会说：“你这猪八戒怎么不去死啊？怎么敢去见你啊？”这个身材如果被骂猪八戒，我觉得门后面有些人今天出不来。你不要说你猪八戒，是说身材还是脸？他说整个都是。哇，这么严重！黄英，你准备好了哈？准备好了。我们要先看 Kelly 喽。好 ，Kelly， 一二三，放下了。请看。可以吗？我看还好。Kelly， 行啊。我觉得绝对不到猪八戒，只是脸比较宽一点而已。所以这个脸的窄是靠着修图角度，只要角度对就可以了。对，所以刚才安君灿说你这边有推，其实你没推吗？就是。多少一点点啊？你刚刚说有一个重大线索是指，就哪里？就是在他的那个这里的地方有一个凹进去，对不对？他其实人正常人的脸的弧度应该是这样子的，可是他是这样凹进去，不自然的凹，所以是硬推吧？他就是比如说他想要把脸推小，可是他可能一只手指头比较细，就没有推的整个进去，他就等于推了一个洞进去。你怎么会这么懂啊？因为他经常推。你个人的照片都是大量的修片吧？我没有，小量。阿辉，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阿辉，一二三，放下吧。请看阿辉的真面目。
其实还蛮像汗点的。哦，对，有点像汗点。你不要以为你抛媚眼就是长得跟照片中一样。一样一样。在那边好，在郑凯那边。没关系，你站过来。有一样吗？像不一样？像吗？你今天上节目少注意把胡渣剃一剃吧。那应该找小男生了。许熙娣，差异来讲，哇，如果你到这个角度看他正面，很厉害哦。我觉得好像 Kelly 耶。因为我一直看你侧面的时候，还无法感受到那个威力，震撼。对，如果到正面的话就。所以许熙娣小姐这一次决定 ，Kelly 的差异比较少，还是阿辉的差异比较少呢？谁的差异比较少？我觉得阿辉的差异比较少。耶！输给阿辉，应该正凯不会射了，我跟你说。谢谢，不用多谎，谢谢。好，欢迎两位，你们请就坐。赵丽颖本身落差大，小威则当场大动怒火。准备吧，准备好了哈，一二三，放下。胖子界的林志玲，请看。照片借我看看。冰冰冰，冰场，来，摄影棚一下哈。所以是大浓妆吗？还是？不错，蛮淡的。淡。你跟我好好回答问题。是你头发如果披下来的话，就会变这样吗？嗯。好，请你过来。就是如果徐熙娣稍微碰一下，觉得有值得摸的话，他可能会放过画脸这件事情。真的吗？你有在练吗？平常？我现在没有在练。你有比较自信的部位吗？没有哎。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在练了。你针灸啊？哎，它其实是硬的。是哦，嗯，所以他为什么那么客气？比较没有在练。之前练的时候，因为很讨厌有氧动作。OK， 所以刚刚这样检查完身体以后，可以饶了他，还是要画脸？还是要画吗？我觉得以他现在紧实的程度，我愿意先原谅他一次。真的哦 ？OK， 好，你逃过一劫了。恭喜！我今天这一关你们输了哈，所以啊。既然输的话，接下来由831你们优先选择吧，哈，希望你们不要再继续输了。哇！你们要派出来那个最会眼力最好是阿店，好，阿店，我们剩下的八个女生谁的差异最少？你看一下。我觉得你要忽略掉眼睛的部分，因为眼睛大家都是这样，眼睛太会骗人了，大家都会眼睛会化妆。对，我选三号。三号。反其道而行。三号很懵哎，对，很懵哎，可是我又是故意的。你们说，对不起，你们贵团的眼力最好的是阿店吗？危险哎！你选了一个迷茫的照片，模糊，有点懵懵的。这根本三号根本不对劲啊！这张照片，你看他眼睛那么大，对，而且他眼皮如果闭下的时候，应该有这么。这根本就是所有事情都。我觉得三号就是安钧璨刚才说的，他那个放大之后把眼睛给拉近的那种。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些照片当中谁有把眼睛拉近？还好，还是说这一门绝活只有你本人会？这一门绝活，我目前我不太有听到有人。因为眼睛像他那么宽的也没几个人啊，所以可能就是。所以你下次可以帮我们示范，把一条鱼的眼睛拉近，就把鱼变成人类嘛。那你们看我就好了，有什么可示范？不要生气。我想要选一号，因为我觉得一号不是，因为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呢？一号你们有没有看到小甜甜的影子？有，因为大家已经看习惯小甜甜，所以他眼球里面有宇宙已经开始。我说我想，我还没选。这是 MIB 星际战警的那一颗球。写一定有问题的，而且他很勇敢，他没有把眼睛拉近。你看他距离，我从他左眼看到右眼也是看超久的。对啊，他眼睛是隔开，对，他根本没有，所以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我觉得他没有什么修，他顶多就是把美瞳带很放大，然后眼睛放大。你讲的没错，因为他的鼻子也没有刻意修，他没有刻意修鼻子修挺啊，或者是修。对，而且他还让客人检查舌头，就是对。Triple， 哪好听？你看他的手在他的舌头正边边而已，所以他基本上下巴这里其实动不了什么手脚的。要不然他手推的话，手会歪掉，对不对啊？怎样？你刚是有在后面看到一号是不是？阿威，你刚刚说一号脸，是因为你讲的都很有道理。对，我觉得他脸有
推推推。哦，李院长，安钧璨因为这么有把握，然后又以专家身份发表了一大堆意见，所以惩罚要重一点。我可以画脸啊，帮我把眼睛画近一点就好。我们这样好，让他如果他输了的话，让他对郑恺告白。你就把你心中对他真实的感受说出来。如果真实感受没有符合小 S 要求的话，你就要回答小 S 任何一个问题。哎，为什么要来录这集啊？奇怪，要不是今天有郑恺是我朋友，我干嘛来？我不要录了啦，钱还你们啦。你好，确定了是不是？不一定啊，三号也很危险的。对啊，这个问题很大哎。如果输的话，八三幺谁受罚？我。OK， 好，是有严重一点吧？哎，他们没怎么没先讲？如果他们输的话，就叫主唱大人好好交代他跟豆花妹在一起。好的，重大妖怪。好的，来麻烦你。好，一号、三号请出场哦。来，欢迎。来，一号跟我走哈，一号跟我走哈，三号到这边哈。先不要紧张，也许他长得就跟照片中一模一样。好，一号这个汗臭也是很大的。OK， 镇定，镇定，我们讲胜负未分。我们没有包括身体的差异，只是脸而已。因为只看脸，因为一号的照片中只露出脸部，所以只要脸部是写实的，他就是写实的。对，所以安钧璨你还没有输哈，不要灰心丧志，绝不放弃。OK， give up， never give up。OK， 请问你今天愿意来的原因是？哇，这个我没有很丑。哦，那就好啊，对，有自信是好。所以你想要告诉大家说，女生丰满归丰满，脸不见得是丑的，是不是？对啊，因为我都跟我朋友讲说，我是胖子界的林志玲。对，那也许你还是会赢哎。请问周美宝，你的那个没错啊，你听说你的丰满的身材使得你在网络上面是非常受欢迎。因为很容易拍出很性感的照片，是不是？对啊。你在脸书上面放全身的照片，你身体会羞吗？不会，都是朋友偷拍的。哦，他们相机镜头装得下吗？请问你朋友，你自己这边那么开，你凭什么讲？因为我现在已经很生气了。你才很难看镜头吧？拍照还要这样移到这边？没有，我在跟你讲话，我就可以看到镜头了。奇怪，二号机现在拍我，你说是不是？对，说不定看镜头的时候要告诉他是左眼看还是右眼看。你叫霓虹灯？是热带鱼的意思吗？这个还是为什么？因为我名字里面有霓。你一天是抽几包烟啊？请问是抽烟的人吗？嗓音蛮特别哦。我变那个。喉咙本身就不太好啊，对，没有开 piano bar 或什么的，喉咙有长茧。OK， 对，霓虹灯，等一下面具。我问他有没有开 piano bar， 他说我喉咙有长茧，什么意思？就是喉咙有长茧的 piano bar。你认为他烟酒过度，他跟你讲他是喉咙有长茧，你叫他跳过一句也连不起来吗？然后我们家是在做霓虹灯的，所以我就叫。哦，你们家是做霓虹灯的 ，OK。所以三号，你等他面具放下来，露出本来面貌，会影响你的生意吗？不会，我希望生意会更好。麻烦那个团长，你拿他的照片站到他旁边来，好不好？好，现在八三幺的团长小菊拿着三号的照片过来了。这是霓虹灯，他愿意用本来面目，希望能够冲一下脸书的人气。一二三，放下面具吧。请看霓虹灯。下巴是真的，下巴是整的，是整出来的吗？真的还是？可是整了以后就是照片中的样子啊，对不对？所以你里面是放了什么？卡麦拉吗？真的是放东西进去的那种吗？对对对，放了一台 camera 进去。他那是材质啊。对啊。好了好了。因为我想要它凸出来的。我觉得它的差异好像是在合理范围内的。我觉得是质感的差异。就是肤质跟眼妆而已吧。照片里面她感觉是会上夜店的女生，可是本人她是有在开夜店的。那个是工作人员跟我说，那个今天来上节目的女生每个都穿得很漂亮，然后她们都穿得很少，拼了拼了。然后我就想，你平常不会穿这么少的意思是不是？不会不会，而且我超怕冷。准备宝准备好了哈，好，一二三，放下。胖子界的林志玲，请看。照片借我看一下。安钧璨拿照片到他旁边来，来来来，自己来哈，来。
冰草，摄影棚这样哈。九尾宝，你说你今天来康熙是为了要证明说你不像朋友所嘲笑的那样吧？是不是？对，就是外形还是很好的。我就还开配牙。是啊是啊，知道。外形可不可以其次？可是你跟照片。郑凯，郑凯。哎，郑凯，郑凯低一点。哎，郑凯，郑凯，回到我们，回到我们康熙来好不好？回来。对不起，对不起。没事，所以谁帮你拿相机的？我自己拿的。自拍。你眼睛是也是粘双眼皮是不是？粘双眼，我没有粘双眼皮贴。他那照片中的你是双眼皮耶？怎么画的？你眼睛怎么？没事，把我收开的。所以是大浓妆吗？还是？这算蛮淡的。淡。你给我好好回答问题。差好多啊！九尾宝，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保证，这张照片是你？对啊，是我。不是你随便拿一张照片来糊弄我们？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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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是照片中的人的同学吗？没有啊，这真的是我。这是你，所以是你头发如果披下来的话，就会变这样吗？嗯。来，你个大。美女照片很大，小威斯报警抓人。郑凯选的是我们的八号妹妹张傻鱼，好。来，妖怪，来，一二三，放下来，请看傻鱼。这是我，冰岛，别的，冰岛别的。我会打鼻影之类的，所以会角度看起来就是很简单。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在看演唱会？太阳，跟后面的观众，我从侧面跟他差点把麦克风吸进去。我喊一二三的时候要睁大眼睛，然后把舌尖像那样吐出来。你头发要把裤拿下来披一下。加油加油！哦，有。你看看这样子的话，有吗？有没有？女子摔跤手。我全品 ，Yeah，The winner is。九尾宝加油哈，要睁眼睛跟吐舌头哦，好，一二三，来，有任何线索是他吗？没有。奇怪，你到底用了多少软体啊？奇怪的是他觉得照片跟他本人长得没有用到软体。没有那软体，没有，就只有改颜色而已。我真的没有 idea， 怎么可以这个世界上有这种事情会发生？就你们怎么找得到这样子？就是。所以的九尾宝，对，你自己的信心是说我们会认为你跟照片蛮像的，是吧？我觉得没有差很多，所以我们一直在那边大惊小怪，你会不高兴吗？不会，因为我习惯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世人的标准跟你本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很像是吧？因为我朋友都说看到这个感觉跟我根本就是两个人啊。可是你会不断的给自己建立自信心，是不是？我觉得就是很像啊。是 OK， 反正人生是你的。好，欢迎两位，请坐好，来，请坐吧。毋庸置疑的。好了，我们这里说，那我们要猜下一个，是我猜看看。安君灿，你不是行家吗？你怎么选的？就跟你讲，他的眼球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哎，请问你那个放大瞳片是？我跟你讲，他这个眼睛真的有拉，因为我以为他是小甜甜而已。我没有拉，真的，都真的。你那个瞳片是市面上买得到的吗？还是修的？手或者是用手工打造的那种瞳片？里面感觉好深奥哦。因为那是日韩美瞳。OK， 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地雷，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对，我都已经被炸死了，还有什么地雷？心脏有点……吴界主输了，所以郑凯你又要选，放心选，白的都有点问题。白的要选暗一点的吗？因为一白遮百丑嘛，就是一白的，它可能把脸上的这边暗的只有八号比较暗，对，八号是比较暗，我觉得那可能就是八号，就八号吗？哎。八号算是角度最高，他算最远的一个嘛，对吗？起码能看见他的身材，应该还。你知道他刚选八号的时候，阿辉在后面发出什么声音吗？这样子，那提示可以
牙痛而已。陈正烈，你眼力 OK 吧？我还 OK， 但我这样看，我想接下来是真的要比胜负咯，因为太戏剧化的好像已经出场了，所以 OK， 常理已经不能判断了。我觉得，我想试试看二号，试试看，对二号。二位觉得好像比较合理，比较 OK 一点，对，就是不会差太多了。了不起，就是因为他只有假睫毛而已，然后他的脸型也是正常。后面在，后面在谁啊？后面也在撕啊？你确定？二是烟熏妆而已。对啊，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陈德烈二号，来来来，二号跟陈德烈的二号跟郑凯所选的八号，好，妖怪我麻烦二号，欢迎二号八号出场，欢迎你们。瘦，这边是八号，来，这边是几号？二号，二号，这边是二号。你可不可以告诉你今天为什么愿意来康熙？因为我觉得其实外表只是皮囊而已。外表只是什么？皮囊。皮囊，皮囊，臭皮囊。想出这么有那个哲理的话，所以等下面具拿下来会是白骨在里面。聊斋志异。所以你希望要破解我们康熙的迷思，就是一切都只是过眼云烟，不用那么在意，是吧？对啊。OK。所以你也很不屑那些很爱修图的女生，是不是？嗯，因为我自己不修图的。哇！有机会，你们一面很大。但是你知道吗？这样看过去，你的腿好像被劈长了一样。所以没有二号妹妹，你是说照片中的你是没有修图吗？没有修图，我只有用照相手机照相拍而已。OK， 陈德烈拿着照片站到他旁边来。等一下我们会证明给大家看。有机会会赢。然后八号这边叫做张傻鱼哈。你那张照片的角度好像刻意弄很高哎。因为我的脸是婴儿肥，所以要拿远距离才有尖的脸。他这个距离很。简直是从卫星拍过来的。请问等一下面具拿下来的时候，你觉得我们认得出来你是照片中那个人吗？还是认得出来，只是会很像小孩子的脸。哦，对，是变年轻的意思吗？对。哦，这样子应该 OK 吧？听起来是好事，应该没问题啊。那郑凯先生可以麻烦你带照片到他旁边。谢谢你啊，我是心理成熟人造机械。好，郑凯选的是我们的八号妹妹张傻鱼哈。来，妖怪，来，一二三，放下来，请看傻鱼。好哦，哦，他好像小朋友。哎，其实这很接近，蛮像的，蛮像的。看得出来是他，像吗？就是我。眼睛有点震惊，就是你可能要从这里。我觉得我们要做这个系列，我们要有现场的警察才行。傻鱼，傻鱼是傻鱼。你刚刚说你没有动什么手脚，我没有动手脚，我就是这样角度。请问这个脸型只是靠着拍摄角度？对，就是纯粹这样子拍，然后就是一个角度，就脸就很尖。然后妆应该非常浓吧？我会打鼻影之类的，所以会角度看起来就是很尖这样。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开演唱会？拿麦粘手还要讲什么？跟后面的观众打，我从侧面看他，差点把麦克风吸进去。我们只是在访谈，你不需要这边这样有那个。哦，是。你是很爱唱 KTV 的。没有，其实离他远一点，因为粘很紧哎。鲨鱼，下一个人还要用这一关，你不一定会输哈，就是。啊呀啊！这边是我们来自宗教界要启发我们的这位哈，就是外表只是皮囊而已，大家要看破哈。是。陈德烈，准备好了哈。好，这是你选的二号妹妹。对，好，二号妹妹准备好了哈。一二三，拿开吧。大家起来看破啊！画画，他没有修哦，他说。眼睛。所以只有化妆。所以你是靠眼睛是靠化妆画出来的，因为我是贴双眼皮啊。所以可不可以请你用手托腮，摆出同样的姿势，我看。托腮，然后微笑。你那个肤质的亮度是现场自然光吗？不是电视光。电视光。对。电视光。为什么会？因为我们家沙发离电视很近，所以我就是这样子拍。我以为他用电视摄影棚的光打。所以你会自己靠近光源，然后再拍照。对。这算是难呢。算是伯仲之间呢。对啊。这才是相当。这才是这个系列的真谛，好吗？就是前面都是太戏剧化了。就是一号只是拿来整我而已。
谁叫你那么好选中啊？真的好难哦。这个真的算是合理的差异吧，是不是？我觉得他好像八号好像差比较多哎。我觉得脸型来讲是你们这边比较接近的，所以差距比较大是八号吧。好，所以你这边获胜。获胜了。你们又输了，所以安妮这次由你来选，只剩下四个人可以选。好难的，烦哦。谁要选六号？他头发披成那样。我觉得六号看起来很自然啊。身材多好，看到没有？九号有诚意。哦哟。对啊。我觉得九号挺合理的、啊，因为他也没有把鼻子修。你现在害我吗，康永？我没有害你，剩下的都在合理范围内了。九号的眼睛很邪门呢，所以你要选六号。六号。骗人！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好，六号。你还是相信他们？相信了。好，来，他们这局选了六号，我们受不了再一次的打击了。妆前妆后差很多，小威和康永正向思考。我要把面具去移到远一点。一二三。哇！有人凭这些照片找到过你可能吗？有，还是有。是侦探吗？我觉得你如果去日本的电影界，可以发展女鬼的路线，你很有那种味道啊。徐先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他们这么开朗？很好啊，就正面思考啊。豆花妹的男朋友选好了。我不是豆花妹的男朋友，我选吗？因为我们说豆花妹的男朋友选呢、啊。我不是，谁是豆花妹的男朋友？是啊，真的不是。啊，豆花妹男朋友来选。男朋友，谁阿弟吗？好，豆花妹的朋友来选。刚刚团员一直在后面碎嘴说，他们想要选九号，对不对？看到了，因为他们觉得九号很有诚意，对这样子。身材吗？对他们觉得，所以我觉得就要挺团员一下，相信你们的，好吧？相信有诚意。那个豆花妹的朋友选了九号，所以如果他那组输的话，就是要完完全全的讲出他跟豆花妹交往的情况，或是他对豆花妹的真实感受。OK， 你们不会一直输吧？我不知道，而且如果我们输的话，我真的会杀了你们。我们现在赢了一次，是吧？因为刚才我们现在输，我们输两题，对，赢一次输两次，他们是哎妖怪，哎，这两位哈，好，我们欢迎六九，欢迎他们来，妖怪。好，来停好了，这是 LB 慢慢来啊，有胜算。六也太瘦了吧，好瘦瘦哇！好的好的，他扣你的脸书上的照片，全部通通都是走要露身材的路线，是不是？对啊，然后都有化妆。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不露身材，点赞的人数会急剧的降低吗？不会，可是就是都一定要化妆。一定要化妆，所以没化妆会差很多吗？差很多，我 FB 没有素颜照。啊，你 FB 有素颜照？没有，就是因为我看起来很衰，看起来很衰，很衰，很衰。你是说你素颜照看起来很倒霉的样子吗？对，因为朋友都说，就是我照片看起来就有点像白兔，然后没化妆就是白兔。白兔。没化妆像白鹿，对，白兔跟白鹿化妆像白兔，哎，这样子好像这边胜算不高哎，对啊，完蛋，糟糕了，完蛋，现在退团来得及吗？你跟豆花妹交往多久？还是你要跟豆花妹组一个团体？什么时候结婚？还说嘛，还不一定说，起码主唱大人应该要告诉我们他跟豆花妹如何互相称呼吧？嗯，要讲真的哦，不然我们会问豆花妹，你们俩平常互相称呼什么？我吗？不是，很想聊有没有？豆花，很想聊。后面等一下，我们再问八三幺的人。你跟豆花妹互相称呼什么？就叫豆花。她叫你什么？她叫阿普啊。有没有传过 I love you 或者 I miss you 的简讯给她？不会啊。有十指交扣过吗？没有啊。所以现在的状况是你还在追当中，没追到，是不是？就是朋友吗？就是可以出，就是会出去，可以单独吗？吓一跳，没有，就是我跟小菊会出去。好，你对啊，你要干嘛？我也会约豆花出。阿普，你对豆花妹零到十分喜欢的程度现在几分？六分吧。啊，蛮高的。就是朋友，六分。太
没有输就全部都照出来。好 ，Taco。嗨，请问你跟照片中相似的程度是，等下面具放下来，现场的人是不会惊讶吗？不会，我觉得我们这一队会赢。你很像照片中的人，是不是？我自己觉得。OK， 那有旁边的人说过很不像吗？就是态度会不太一样，可能态度可以证明一切吧。所以是谁的态度会差很多？当然是看我的人。我跟你讲，依据我对今天妹妹的了解，我们必须要先看这种对自己比较没自信的人，因为对自己有自信的人通常都有问题。他从来没有给我摔的人。我们这边先了哈 ，LB 小姐，一二三，请看。就眼睛而已啊。对啊，我觉得合理耶。对啊，对啊，很像。我觉得你，那你刚才干嘛回答那么多？你跟东方不是，因为我觉得你输了还好。我觉得很 OK 哎，真的吗？而且不化妆也是可爱型的，可是眼睛很水啊，就下次会没有。咱们俩是一个国家的，哎，眼型比较接近的。而且其实我化妆就会有双眼皮，就是睫毛撑上去的话，对。我不觉得你不化妆有什么问题耶，真的吗？嗯，是。就眼睛啊，因为你要了解我们现在的心情，就是今天已经被打击到。冠军的范围很宽，没那么衰啦，对啊。你可能有活路哦，真的哦，鼻子真的没有，对啊，头发放下来就一样。这边是比较有自信的 Taco 小姐啊，那依据我们刚才对前面人的自信心的评估的话，自信可能是一个宅男的预兆哈。好，强一点，准备好了哈，一二三 ，Taco， 请看，还好吧。你。安君菜，你为什么一直走眼呢？肤质而已。他们讲的，你们觉得还好吗？我觉得肤质差，他肤质。哦，对对，他没有，他肤质其实没有，肤质还 OK。安君菜，其他也 OK 啊。这是同一个人吗？他肤质跟眼线。不是，我要你把头发放下来。放下来。对对对，就是像这样子。刚才九美宝把头发放下来有什么结果吗？我真的觉得还好吧。没有你，那你摆一个，这就是照片里的，你给他们看，其实真的还好。对对对对，是不是？哦，对，看起来还好。我觉得可能只是他激动的时候牙齿占的部位太广了。对对对，你就不要露齿笑。对，微笑笑，微笑微笑，很漂亮哦。露齿笑啊，好啦 ，Taco 还蛮开朗的。对对对对对，但是不要露齿。好了，如果他一直微笑的话，也许还蛮……对对啊，你就微笑，不要笑出来。Taco， 你这个妆，照片中的妆要化多久？不用啊，其实没什么化。你就是眼头拉得很前面，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跟安君赛学用软体把眼睛拉很近这件事？因为我没有修片。你不要讲这种话。我真的没有修片，所以你就是靠化妆跟角度而已。嗯，好像可以判断优劣。对，所以差比较远的是，我觉得你。好，对不起 ，Taco 这边输掉了。好，来，谢谢两位妹妹，请坐。好，还剩下最后的机会喽，郑凯，来，近看。我觉得近看帮不了你什么忙，真的，这已经没法。好像七好难哦，真的差不多比较好认，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七很怪耶，整张照片，皮肤跟妆，七有一种蜡像馆的感觉。我觉得七是男生哎，蜡人张啊，选五吗？好吗？郑凯选了五号。因为按照安君灿的理论来说，这脸应该没有推过。郑凯，因为是最后一个了，所以等一下节目就会结束了。嗯哼，所以在你脸上画乌龟也没有关系了。可以。真的？啊，真的。整个脸画一只乌龟？可以。谁会画乌龟啊？这么大呢？我今天画乌龟，聊一聊。好，那对不起，你这边只剩下这个了。好，所以831哪位团员收走？刘 B 吧，刘 B 收去了哈，来交给刘 B 吧。来，刘 B， 你觉得胜算如何？嗯，其实经过今天之后，我觉得不到最后结局是绝对不会知道结局。对，这是一个没有线索的结局。现在心情其实蛮平静。不错啊。
起来都没事哎。小豹你几岁？二十。有交往对象吗？结婚了。哦，这么年轻就结婚。所以其实今天不管面具放下来是长怎样，应该都会对婚姻没有问题吧？没关系。所以你老公有觉得你一定要化妆吗？没有，因为他反而不希望我化妆，因为我一化妆都是化一两个小时。所以我们照片中看到的你是化了一两个小时的结果。对。然后有修图吗？没有。这是完全靠化妆。对。马出力。对。啊，请问你几岁？马出力。十九岁。有交往对象吗？有。马出力。所以这个交往对象看过你没化妆？有，有的。他有抱怨什么吗？没有，他反而比较喜欢我化妆。因为照片中感觉那个粉底，还是说是你修图的关系导致？很像蜡像的皮肤，有可能。所以等一下面具拿下来，其实肤质跟照片中是差不多的吗？我自己个人自认为我的肤质还不算差。好，自认为你们死定了，我跟你讲。就是王大哥，不要这么自信，拜托悲观一点，不要这么有自信，先不要讲这么多了。很精彩，我们要拿掉小豹的面具了哈，一二三，放下来吧，来请看。啊，还好吧。你不要讲这种话，尽量低调。我跟你讲，尽量低调一点，就说，我觉得是有点差的。我觉得是有点差，有待加强。对对对，他喜欢听这种话，你激怒评审，会画的眼睛，是不是有点郭子乾的味道？他本人，郭哥。可是我觉得不化妆的时候还是一个可爱的女生，所以。所以你好像不需要放那么多物体在你的眼睛上面吧？物体就是大量的假睫毛啊。物体假睫毛，我也才贴两层而已。那你可以下次就贴几根，几根就好了。所以我说一白遮百丑还是有道理的。你看明显就白了很多。我要把面具距离要远一点。一二三。哇！这也是哇哇。哎，文明哥，什么态度？什么态度？这不是照片中的他。有人凭着这个照片找到过你本人吗？有，还是有。是侦探吗？就是朋友、网友也是有。网友有办法凭这张照片找到你本人？其实我这张照片的妆算淡，我的妆更浓，一般出去的妆更浓。可是曾经在路上有遇过，就是网友有认出我，就是把我拦下来问说，我是不是谁谁谁？不敢相信，因为我全素颜。他竟然认出来？对，应该是妈妈吧？不是不是，我觉得胜负应该很明显吧？因为如果要讲史特龙，我跟你讲，如果要讲衰的话，你今天排不上衰了。是，我觉得你如果去日本的电影界，可以发展女鬼的路线。其实你很有那种味道啊。徐熙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开朗？很好啊，是正面思考啊。哎，王明彩，你们这组赢了。对啊，我很有信心哎。恭喜你们这一关赢。耶！我觉得你们这组输掉了。对，我们输了。所以你们的新专辑跟演有，我们的新专辑在2014年11月的时候发行了，对，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全线巡回，在过年的时候，对，然后开台巴士到全台湾各个地方去表演给大家看，对，所以其实大家只要上脸书就可以告诉我们希望我们去哪里表演给他们看。二月初的时候，2月13号就正式开始，然后到过年初二、初三、初四，我们都在中南部巡，对，然后黄文馨的专辑名称是无界，无界，然后那个新歌发表演唱会在2月28号。KTV for Fun的七楼 show bus， 然后现在都在，然后新专辑也已经在预购了，还有那个演唱会的门票也已经在贩售，然后都是在全家便利超商。OK， 好，你今天还好吧？很不错，没有受到太大的震撼，对，被惊吓到。你说有，希望你对于台湾的女生还是怀抱着信心。我们大家乐观的捧下去啊！但是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很开朗，然后每个人都很自信，我觉得这一点很好。是，就凭这份自信继续坚强的活下去。谢谢你们今天来康熙哦，谢谢。